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陈碧涵、陈学圣、李玉玲、徐欣盈、吴怡珍等14人提案，有鉴于彰化到花莲的太鲁阁号并没有停靠苗栗、新竹、桃园三站，使该三县市居民感到相当不便。根据铁路局资料显示，太鲁阁号于每站停留时间大概一分钟，再加上到站前减速因素，停滞一站所花费的时间约莫两分钟。如果增加停靠三站，对整体旅运速度与调配影响不大，但对上述三县市居民却是大大的便利。以苗栗为例，若能停靠苗栗站，到花莲总共可以省下一个半小时。基于县市平等、民众的便利性与提升民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，特建请交通部、台湾铁路管理局审慎评估太鲁阁号停靠桃竹苗三县市的可行性，并在一个月内将评估结果回复本院，是否有当提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陈碧涵、李玉玲、徐欣。